burger 冬天那个楼这样子，不是很乐意，他们很感觉一下。他们故意的。Just crazy boys a bit。你好无聊。你看，是无聊。够乏味。很开心啊，跳很多。是大国民，然后就在酒店好赞呢。我们现在去吃午餐，吃了午餐才 check in。Hello， 谢谢。原来这间酒店呢是只限成人，这边是没有小孩的。第一次知道有这种酒店，蔡彩勇的位置被换去那边喽。哦，你真贴心，有这么好的位置。不要一个人，我不要一个人。那个常用你讲话像那边啊。怎么？我们这边是个想我就你们班娃怪呀。叫了 pasta，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。我真有钱。这个甜品真是，嘿嘿，我们进来我们的房间嘞，哇哦，哇哦，新加坡 five star hotel， 哇哦，我们看一下，啊 ，Oh my god， 哇，这个大大哥，这个，哇哦，哇哦。我终于见到本尊了，这次看到很多人在 post， 天啊 ，foundation concealer， 好嘛，这个真的很好用。好嘞，现在呢，我准备卸个妆，就要开始化妆。当当，耶，各位，哦，我的 full look 就是这样子哩，呀，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小性感加很。的风格很好看吧 ？Style by Colin， Makeup by Shaman， Hairdo by Kev， 这个妆容真的是不简单，也没有尝试过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想给大家看。我刚刚已经，其实在拍影片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 PR gift 给拆了，然后到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装回去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它打开的样子 ，maybe 你们就去我的 IG 啊看一看吧。我跟你们举啊，为什么我少了一个颜色？哦，在口袋很好看，我嘴上的这只也很好看，这只是比较裸色一点点，因为我现在的灯会比较黄一点，那就是很 gross 的，而且这个粉色设计超级无敌美，就是仙女都要来一只的那种，其实就是跟它的外包装一样，好可爱，为什么会就可爱，很好看，真的。它这边有给我六个颜色选择，然后我现在嘴上的呢，这个是04号，就是非常的 gross 的那一种，这只真的有点像什么啊？那种南瓜色，对，就是那种南瓜色，很美，这只。好好看，好好看。然后它有一个很温柔的颜色，但是 maybe 这样子看不太显色，所以这只很好看。150，给你们看它，它就是偏粉嫩的，就是很适合那种素颜的妹妹。这种就是看到吗？这种就是你素颜的时候，你一擦上去哦，天，你是温柔的女生，你会超级温柔。哎。可恶，我没有录到。呀，我试色的时候不小心弄到了。这只是比较红一点的，它是比较偏直一点的，很晒天。可恶，没事，人生总是起起落落，灾灾难难，差不多要准备了。然后我们也叫了 room service， 所以很好吃啊，你的真的假的？你叫什么啊 ？Truffle， 一下哦，因为拍个影片，我把整个hotel的布局全部改变了。不准害我黄标！哎，我干嘛遮这里？这里看不到 ，OK 的。OK， 我帮你们马赛克，请 CYP 的同伴说谢谢。为
什么要看一个暴露狂，还要一个拔罐的暴露狂啊？好哩，我们吃东西。我们叫了披萨，这个是 scallop and truffle， 然后又叫了一个 tiramisu， 然后我叫了一个米粉汤 mi siam， 还有 food。我们来试试看菜场赞不绝口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呢？嗯，很好看，没有露肚子的衣服呢，我就可以很大胆的吃东西。等一下我们会7:15集合，其实还有很多时间，来我们活动见哦。哎呦，真的很好看哦！哎，我很高哎。哎，不是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拿吗？因为哦，如果我用 eye level 哦，你超级矮。你的鞋应该至少10公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高度过来。哇，我今天比你高很多嘞。你的鞋太恐怖了，是不是？我这个鞋应该有多少 cm 呢？我觉得。其实这个鞋应该至少10公分。嗯，至少10公分。你看，我现在应该看你很伟大。现在造型是不是跟刚刚又不一样啊？最后的调整就变成这样喽。我们要去，我觉得发型很帅，不错 ，Keith 很厉害。给你们看看这群 man， 哎呦，我给你们看一个风景，高。可以暂时罢了，全部都长。你害怕了？你害怕了吗？像某个冬天那个龙这样子。对，讲还要跟唐勇换他的鞋子。我姐，你要讲我愿意。我愿意啊，怎么？换高跟鞋。可以高一点啊，那个那个鞋。它是 unicorn 的 buggy， 好可爱哦。我们四个变 body 啊。后面两个 twins， 前面有两个 twins， 我们是龙凤胎。对对。讲话小心点，我不是很乐意。他们很敢讲一下。哇，我们到了，好好看哦。这个人很久不见你。好久想我们吗？当然想啊。想就要亲一个。可以，来我帮你挑一挑。嗯，就回来了。对，氛围感要有。啊，这条是我的氛围感，随时监督哈。没有不行哦，少分。美死了啦！笑一下，开心点。终于忍不住了。你看他，各位，他还觉得。我再弄高一点，弄高一点。有一点。你有用。现在过坡道，下面有干嘛的？玩不好玩，就 Crazy Boys Beat。动起来。你的屁了！哈，他在这里，退，先让退。喜欢。你不能断掉哦。YSL Beauty Team， a big round of applause。来，我们比 YSL Y。你真容易。我这两个手爱心，比爱心，比爱心。你好无聊。你看，超级无聊。哇，这样幸福的、啊！你穿两边，这个一边你感受不到那个真的幸福。哎呀，你直接穿，你这样子走回去。偷懒喂！你知道女人辛苦了没有？你要穿吗？然后走路。OK， 我过来，走过来。真辛苦，这个算很高啊，很高。这一般呗。Sexy lady。耶、yeah, ！我们刚刚那个十秒钟过得特别过瘾，又是可能没有想要拍，滚。我们刚刚跟 YSL Beauty 他们 party 完了过后呢，对，我们可以一直 party， 我们是这样，我们是 party girl， 现在终于回来饭店了，然后明天就回去了，很开心拿到很多礼物。你们看我的妆，哎呦，我的精髓，抱歉 Keith Sony， 不晓得也很好看哦。你卸好了啊，这样快了。晚安。